妈妈是什么？黑的裤子，妈妈穿黑的衣服，黑的裤子比较大一点。那弟弟是什么？小红帽。你是小红帽，那大野狼要来吃小红帽吗？小红帽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大野狼，你要被大野狼来这来吃掉你咯。啊，是什么圆圆的东西啊？要这里啊？要这里？要哪里？要这里啊？咬不到啊！为什么不是？